从本体领域吸取能量是生活的最大艺术，因为这个过程把世界上日复一日的活泼生命带入与永恒本体之生命能量、力量、智慧、创造力和制服的无限泉源的交流中。如果从超越性的本体领域吸取无限生命能量的此一讯息，能让世人知道，以使他们能开始练习超觉静坐，则每个人的生活将会是自由、喜悦、充满创造力、智慧、和平以及快乐的。而当世界上的人都提升到这种更高的意识状态时，这世界就成为天堂了。